之后右转，就是天龙寺啦。去天龙寺的外面看枫叶，它的停车场有枫叶。看完之后，那就又再停吧。舒服的蓝山，现在在天龙寺。Open. Okay. It's closed. Push. Down. Okay. Push. 四个哇，舒服啊！哇，掉框了！不是掉光，倒了。这是一个大枫叶，倒掉了，好可惜哦。清凉寺。这样子，我已经关掉了。
开路。错了。